今天我们吃酸辣鸡杂下米饭啊。下米饭，吃面条，贼香贼香。酸辣鸡杂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份的量，一份加一包这个鸡杂和这个酸豆角、酸辣椒。我这里面哈是放了一，就放了一点蒜苗，放了一点调料。这是一份，一共给你们发的是两份，29.9块。我们原价的话39.9块发两包。这个拿回家可以用温水洗一下啊，那个鸡杂。